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这次呢，我来玩一下《Superstar JYP》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呢是一个音游了。想必很多资历比较久的 ones 应该都已经玩过这个游戏了。我呢其实对于音游一直都不太感冒，然后可能是手残属性占的比较多的原因。然后，但是这个游戏呢是 JYP 官方授权的，所以很多 TWICE 的歌都会在里面。然后我想想，用 TWICE 的歌玩音游，那应该挺好玩的。然后我就下过来玩了一下，现在还处于一个新手的阶段。然后我在玩的时候发现，比起正常的玩，好像边唱边玩好像效果会更好一点。然后这期视频我就来给大家带来一下这个对比的感觉。OK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没有边唱边玩是怎样子的情况？噔噔噔噔，哎呦，忍住不唱。这个是我不唱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啊，真的忍得很费劲。然后我们再顺便挑战一下边唱边玩高难度的等级。这个游戏还是不适合我。总而言之呢，边唱边玩肯定是可以提高你这个游戏的水平的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像我这种手残就真的玩不了这种游戏。OK，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为止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素质三连，然后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。OK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